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声音，不一样的声音，不一样的频率，不一样的频率，不一样的回应，不一样的回应，却是一样的努力，不一样的我。在这里，用我的频率召唤你。我是赫兹，赫兹出品，赫兹第一主打，悲创世界。当过早的世界沙哑，回望言论堆积